曾经开发过白猫 Project、 战斗女子学员等多款知名手机游戏的可洛普拉旗下最新作品 U Generation 在日本推出咯。在本作中，玩家操控机器人罗伊德在开放世界进行探索，主要目的是收集能够让世界恢复力量的声源。游戏和 Google Map 合作，玩家要探索的就是日本的全国地图。虽然有支援 GPS 功能，不过只会影响游戏起点，在台湾一样可以游玩哦。移动途中会遇到许多侵略者 ICE， 战斗时要活用手机的陀螺仪功能，瞄准敌人的弱点进行射击。战斗后从敌人身上取回的物品就是声源，种类从花束到红绿灯都有。至于声源的使用方式，就要提到本作的另外一项特色玩法 Hush Life。游戏中的角色每天晚上都会进行直播，玩家可以将获得的声源以消费点数的方式送给他们。每天直播的角色和内容都不一样，快来和可爱的角色们一起互动玩游戏吧。